哦，今天天气真的太热了，冰淇淋不知道吃几个。现在是肚子里面很凉，但是外面很热。如果啊可以全身泡在水里，不知道有多好哦。哇，好凉哦！都晓得 Suzuki Vitara 它的越野功能非常厉害，那它有 1.4 升的涡轮增压引擎，还有 All Grip 的四轮传动系统，但是呢，平常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越野过程。但是呢，今天 Suzuki 帮我们开辟了一个场地，可以彻底了解这台车有多少的能耐哦。走上车来看看。教练，这个水坑大概有多深啊？这个水坑现在目前的高度是40公分。哦，对，哇！但它并不是这部车的极限。真的？是。那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做测试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最标准的水深来让这部车哦去。哦，现在已经看到天空了。对。哇，那你等一下可以感受一下，测一下这部车涉水的时候它的底盘水流过，有听到波罗波罗波罗的声音。但其实过程很平稳，是，其实它是很平，而且没有感觉到有水跑进来，目前没有漏水，它的气密性是 OK 的。而且这也代表 Vitara 它在当初设计的时候有考量到这种使用的状况，是因为它还是以恶劣的天候条件和环境作为位置。很轻松哎，这样就通过了。所以我们聊着聊着，一下过了一关。是，没有错。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大概几个关卡会体验到？我们接下来还有四个关卡。四个关卡，对。所以第二关会是？第二关是一个我们家恰恰，很抱歉。他那个挂掉。来，这一关呢？我们来试试它的落差。哦，这就是左右轮的一个高低差的状态。左右轮高低差跟它的防滑差速器作动的感受。哦，因为当轮子翘起来的时候，就会有悬空的状况。是，然后它就会把其他的动力输出到，把悬空的那个动力输出到有着地、有抓地力的那一轮。哦。所以我们不要用太快的速度通过，用最一般般标准的速度通过，让你感受。感觉有在那个差速器准备要作动。好哦，其实可以感觉到它应该是电子控制的一个四轮传动系统。所以它这套系统还算是蛮聪明的，反应算蛮及时的。是，对，它只要当它电子侦测到你轮子悬空的时候，它就会把那个动力输出哦，给传动到其他的轮胎上面。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，我们可以感受到，其实这台车的车身的刚性其实还算是蛮不错。因为当你在翘起来的时候，正常的车子有些会有扭曲的情况。是，没有错。但是其实这 Vitara 它也算是蛮轻松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关卡。没错，是这个 Suzuki 它这一贯。具有越野性能的车子，其实像早期的 Escudo 那些车子都在越野方面都非常的厉害。没有错。那我可以问一下教练，我们目前使用的模式是哪一个模式？我们现在的模式是使用在 Snow。Snow 模式。Snow 模式，然后加 Lock。加 Lock。对，这也就是它的全时四轮传动里面的锁定功能。也就是目前是前后50/50的一个状态。OK。哇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难怪可以做到这么。高极限的一个挑战哦。接下来这个关卡是什么？这个关卡我们来测试，这是什么刀臂的倾斜角。哇，这个倾斜角可以让这部车它的倾斜的这个角度，我们等一下是要爬上去吗？是，没有错。哎，这很斜。它可以做到将近25度、30度的倾斜角。哇，哦。
有，我们现在整个已经有感觉，歪一边的，感受到地心引力在拉扯。对，但也是一样，刚性很好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异样哦。这个是我们的右后轮，翘起来了。有，这一下感觉起来有一个跷跷板的感觉。教练，你很淡定，好像。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Suzuki车系的。哦，真的吗？爱用。哦，真的哦。所以教练平常也会开Suzuki的车子去挑战一些关卡。哇哦！我从他们的以前早期的 S Cudo， 对，开过两部，后来到他们的第三代 Jimny， 然后我现在也还有保存一部第一代的 Jimny。哦，真的哦，哇，所以教练深藏不露，你自己本人就是玩家嘛。那么等一下联络方式留一下，有机会来找你。没问题。楼梯对 Suzuki 的车系来说，其实就是小菜一碗。哇，这是在成龙电影里面才能看到的状态，去车子爬楼梯。哇，这顺便让你感受到它的悬吊，对，还有它的底。这悬吊是 Q 弹的，因为刚性其实从前面几个关卡我们就觉得它很厉害，但悬吊就是下来那一下，它可以有效把它吸收到。是，没有错。接下来这一关就是跳动路面，然后我们用比较高一点的速度，让你感受一下它的整个悬吊跟刚性哈，在高速行驶之下的状态。我觉得正常的车子应该不会有，不会用这样的速度通过。对对，通常都是要慢一点或闪一下。没有错。OK， 非常感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不客气。OK， 好了，现在车子凉了，我的身体也凉了。但是你晓得我今天吃了几种口味的冰淇淋吗？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会随机抽出一个幸运观众送你赠品哦。黄金炙热组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考量到疫情影响，还有车迷的健康安全。原定在5月底的台北场，还有6月的桃竹苗场将顺延，举办日期以 Suzuki 官网公告为主。我是阿元，我是小卷，我是 Michael， 我们是黄金试车组。每周三中午12点半，锁定黄金试车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有最活泼有趣的试车影片，我们有最深入浅出的分析报道，还有最及时丰富的车类新讯。我们等你来玩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